Hello， 大家好，掐指一算，距离我上次投音乐区快一年了。最近又不能出门拍摄，所以我回来做音乐安利视频了。这次的曲目是我从几千首歌里挑选而来，大多是我视频里用过的，可以说是我几年来歌单的精华。注意，每首歌只会播放十秒，所以由不得你细品和犹豫。我追求的就是一耳朵的震撼，能让你短短十秒就想去听完整首，这才说明你和他有缘。那说明一下，我没怎么选火遍大江南北的歌，所以不要疑惑为啥没有野狼 disco、 bad guy 这种，他们已经不需要安利了。然后我是把所有曲风随机播放的，所以做好心理准备，前后两首歌可能反差巨大。那么戴上耳机，调好音量，让我们正式开始。
Coming back home is the saddest of my sofa core.